今日嘅新闻提要：南非现新冠新变种病毒，世卫以希腊字母 Omicron 命名。新变种病毒引起世界恐慌，欧洲各国实施旅游限令。美国黑色星期五商店微然购物血拼场面，所罗门群岛首都骚乱，当地唐人街被抢掠。按摩大王 MK 九一八九系一张 4D 嘅双向式推拿人性化手法嘅按摩椅，一体式机芯同脚芯加温设计理念，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从心到身嘅舒缓同放松。原价4999，特别优惠价3499，更送3年保修，特别加送礼品 ILG 九二七脚部按摩器。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415-412-0985。太平洋感恩节好礼四选二，买吸力超强大的蒸好洗抽油烟机、气炸锅、电热便当盒、热水壶及木帆钢刀组，任选两件，价值300元，再送免费安装多项服务，千祈唔好错过。要带出珍馐百味的精髓，唯有至美斋。诞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至美斋，早已经风行海外，制作技术被评定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的天顶头抽，堪称穿越400年的人间美味，还有远近驰名猪脚姜醋、山楂醋、卤水汁、蚝油，各种不同的醋，各式的调味酱料、盐焗鸡粉、黑椒汁等，令到无饭主妇都变身大厨。北美总代理富全食品，电话415-822-8911。大家好，欢迎收睇星电视新闻，我是关韵如。大事小事身边事，星岛与你紧贴时事。今日是美西时间11月25号，大家有没有在今个黑色星期五买到心水的货品呢？接下来我们会在今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先来关注今日的头条新闻。南非发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将它编号为 B11529， 命名为 Omicron， 亦将它界定为值得关注。世卫就说，初步的证据指出，新变种新冠病毒有大量的突变，可能要几个星期才可以确认它的传播力和疫苗对它的效力。部分的国家因此向非洲多国去实施旅游的限制。世卫就警告各国不要仓促行事，应该采取基于风险的科学方式去实施相关的限制。新变种病毒引起世界的恐慌，欧洲各国实施限令，针对南非新变种病毒。欧盟成员国经商讨之后，同意暂停来自南非在内的7个非洲国家的旅游。欧盟各个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决定是否采取旅游的限令。目前部分的成员国已经实施。以色列录得首宗新变种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患者是从非洲的马拉维回国。比利时都录得首宗的病例，患者11号从埃及回国。美国下个星期一起实施类似多国的做法，禁止非美国的公民由南非和另外7个非洲国家入境，以防止刚刚被世卫命名为 Omicron 的新变种新冠病毒传入。现时没有迹象显示该变种病毒已经传入美国，但是美国白宫的首席防疫顾问福奇就警告，因为目前有很多旅游的活动，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他说美国正在和南非科学家来合作，希望有更多的发现。另一方面，辉瑞的发言人就表示，如果出现具备免疫逃逸能力的新变种病毒，辉瑞和合作研发新冠疫苗的德国公司 BioNTech 预计可以在大概100日之内去开发和生产出专门针对有关变种病毒的疫苗，具体的时间有待监管的部门去批准。辉瑞就认为要先判断 Omicron 是否已经在英国和德国等等的国家取代了 Delta 变种病毒，因此未来2个星期的情况非常重要。由于受到新变种的新冠病毒影响，多个国家就实施外游的限制，导致星期五的股市是暴跌。道琼斯指数午盘是暴跌逾1000点，报34899点，今次是蓝筹指数在今年以来最差的交易日。S&P 下跌500点，收市报4594点，是自从2月以来最大的跌幅。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2%，收市报15491点。
投資者拋售旅遊股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下跌13%，聯合航空公司下跌10%，布倫特原油價格都大幅下跌，下跌咗10%，至每桶$72。因為對疫情嘅擔憂同埋網購嘅興起，實體店嘅折扣又減少。民眾對於今年嘅黑色星期五購物慾望係大減咗好多，好多購物者就選擇路邊提取，而唔係進入到商鋪去購買商品。根據 Adobe 嘅數字經濟指數，11月同12月嘅在線銷售額預計將會達到創紀錄嘅$2,070 billion，比舊年增長10%。美國零售聯合會就預測假期的實體和線上銷售額將會增加8.5%到10.5%，路邊的提取量和2019年去相比將會增加92%。美國聯邦衛生監管機構就表示，英國默克公司的一種實驗性新冠口服藥對新冠病毒有效，但是在科學家審查之後確定了幾種的潛在風險，包括在動物的研究當中發現可能導致發育中的胎兒患有先天的缺陷。默克公司對口服藥研究的最新數據就顯示，該藥物在減少住院和死亡方面明顯沒有之前報導的效果。鑑於這些憂慮， FDA 下個星期舉行的公開會議之前發布了對該藥的分析，學術界和其他的專家將會在會議上對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去進行權衡。拜登政府就建議徹底改革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租賃計劃，將重點放在最適合能源開發的領域，並提高能源公司在公共土地和水域進行鑽探的成本。拜登在上任的第一日就因為對氣候變化的擔憂，指示暫停聯邦石油和天然氣租賃銷售。這項計劃引來國會的共和黨人和石油行業停止對拜登的批評，但是仍然有很多的環保人士和民主黨人感到不滿，認為拜登應該永久停止租賃。美國紐約的感恩節當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玫瑰花車巡遊，和去年相比，今年的巡遊回復疫情之前的規模。氣球花車巡遊樂隊再次穿過 Fifth Avenue 的2.5英里巡遊路線，再次允許市民到現場參觀。由於當地疫情的持續，主辦單位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員必須完全接種新冠疫苗，又鼓勵到場的市民要佩戴口罩。你看看星島記者彭思橋的報導。感恩節前，灣區多地是發生有組織的搶劫商店案件，很多的民眾都擔心這個的購物櫃安全，三藩市等城市都說會增加警力保障節日期間市民和商戶的安全。 Black Friday 開始了購物櫃，當日聯合廣場的附近都有警車，到處都見到有警員巡邏。之前遭到搶劫的 LV 店面，所有的櫥窗都用木板封起，門口有保安和警車。記者在 LV 店的門口遇到正在巡邏的三藩市警察局局長施格，他就表示在三藩市，特別是聯合廣場等的區域會增加警力，會盡一切的力量確保居民和商戶的安全，民眾可以放心前來享受這個節日。另外，根據星島記者彭思橋的報導，今天是黑色星期五，三藩市市中心是特別忙碌，似乎是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熱鬧景象。 Westfield 商場人來人往，無論是服裝店、玩具店還是餐廳，都引來大批的客人。用餐區是一座難求，冷清了很久的電車站都再次迎來市民和遊客的大排長龍。聯合廣場的附近有很多警車巡邏，很多前來行街和購物的市民，廣場上還有旅行的團友等緊上大巴，節日的氣氛是相當濃郁。今年日來有大批偷渡客是跨越地中海到歐盟的國家，更有人使用橡皮艇去跨越英倫海峽到美國。其中英倫海峽發生難民船沉沒的悲劇，導致有27人的死亡。法國和英國政府原定於星期日就英倫海峽難民船的問題進行多方的會議，但是消息傳出無奈，法方就宣布取消和英方的會面。
法國政府不滿，英國首相約翰遜在社交媒體 Twitter 公開了一封致總統馬克龍的信件，並呼籲法國會接收抵達英國的偷渡客。馬克龍就批評約翰遜處事不嚴肅，他認為領導人之間不應該透過 Twitter 或者公開的信件來溝通。他又說和德國、荷蘭、比利時和歐盟官員的會議會繼續，多位的部長將會嚴肅地去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南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首都連續第三日爆發反政府的示威，當地需要實施宵禁，唐人街的地區在星期五繼續出現搶掠，亦都發生建築物焚燒，警方要施放催淚氣體來驅散示威者。衛生部門又說市內的診所已經關閉，又指有救護車被人釘石，呼籲立即停止縱火、騷亂和搶劫的行為。有報道就指所羅門群島和中國建交可能是導致騷亂爆發的原因。對於所羅門群島首次的騷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表示中方高度關注所羅門群島當前的事態發展，對造成嚴重破壞和財產損失的暴力行為表示譴責，支持當地政府止暴制亂的努力。中方正在採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維護在當地的中國公民和機構的安全合法權益。趙立堅被問到中方是否考慮好像澳洲一樣向所羅門群島派遣軍警，他表示目前所羅門群島的政府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希望有關的各方都能夠尊重所羅門群島的主權。今日節目的最後，為你介紹一位灣區的理財專家馮偉倫。本人於史丹福大學碩士畢業，在2003年創立華信投資顧問。我們是一家美國正式註冊獨立純管理費的投資顧問，不賣產品，沒有利益衝突，只收管理費，不獲利不收費。我們現在有 Cupertino 和 Freeman 兩個辦公室，提供退休規劃、省稅、遺產、投資策略等服務。我們以20多年華爾街經驗，助你達成安穩退休。查詢電話408-725-2975或上網 ChineseAbraham.com。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節目內容，多謝大家的收看，祝大家週末愉快，我們下個星期再見。